家，妈妈，六块。 你有炸吊床啊？你有困眠床啊？吊床。吊床啊。哦，吊床，啊，你拄两张手啊。对啊。啊，遐好心足济了。 啊，现在唔是甲一个会使解谜的这个内容。看人家片。我唔知呢。那林平友。哦，迄个哦，迄个，嘿，对。这种地方就多呢。 新的吊床，它是附这一款的。嗯。
而且我是参加集资版的。我集资啊，便宜好多，便宜将近4000块。嗯，因为它有一个新功能，那它找人，它原本就有，我去年有买过它的，但后来我觉得，有点小缺点，后来我把它卖掉了。然后后来它那新功能，我就觉得刚好补足了那个缺点。而且这个碎这种吊床的缺点就是要原厂的碎垫啊，要护帐篷的碎垫呐、啊，帐篷各处碎垫呐、啊，专用的、哦。不知道你这椅子卡收零啊？哪会？你个收到安尼就好啊。我咧安南呢。跟进去，我刚喜爱适合在加热的，你可以怎么？因为我觉得有些不适合那个。对啊，有的还是只能用微波啦。所以要看东西。新干线居酒屋，我嘛最爱看迄、那个，迄个足厉害的。应该说就是自得其乐，干恁食干款啦。自得其乐，我就是中着日本人的毒，坐人了爽。那蛮厉害的，像若像那种他那种工作性质，确实这样子也蛮好过的。比较有趣啊。都出去工作都跑那么远了，都那么累。那讲到车子，你不毛的车，叫啥我想袂记。你嘛是一个人，假日时啊，周末。拜五。你话看。赶快 Netflix 的。拢调出来啊。
那日本可能较大，啊，搁公路系统嘛较好。哦，什么味啦？我袂，伊吹拢食个拢是拢，几乎都快要烤了。钓拢无，要食得多啊！头先哪里敢看到什么烤虾旗舰店？烤虾？对啊，钓人去卖活虾、烤虾。真的哦？对啊，旗舰店的，还有个虾。标标，那个虾啊，足大只虾啊！哦，有啦，伊暗时啊足光的呢。哎呀，阿姨跟我讲，重机车有烤鸡半价。哟。我讲干这反正无地方去啊。嗯。袂啦，气象报告就讲袂啊。
Good job there.